看来段雨雀被双珂藏在了内城。你都听到了，他们给楠楠下毒，然后以此来要挟你。嗯，我自己会解决好的。青罗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更何况楠楠我早已视若亲子。可是，青罗，你听着。 无论什么问题，我们都要共同面对。你能解决的，我会助你一臂之力；你解决不了的，我会替你解决。因为无论什么时候，我都是你的专属暗夜卫。